这是11。 这是你要的了，这你要这么长，那送你的这个，哎，这中。哦，他那要个，他要70多斤。黄皮粉一拿，没法。那看着这个咱要的，就是看这个猪要的，你必须得要。这是正儿八经钱吗？那可以吧，那可好，来给你干干。哎呦妈呀，这是一个猪，我不骗你，这和你个老点买肉哪有虚假吗？这多少？我大姐把那个装上去。在这儿来，中，你下手。就在这儿来。来那个胖，那个还贱呢。是啊，我上腰实在是。我这样再肥下去，你不用买它。实话，你嘎巴，我没有虚假。嗯，真好的肉，你看这差啥呀？这看这。谁要都中，50，得50。啊？五十。
片给50。你这儿来，这么几种，嘎巴一样的玩意儿，也是的，都给，就都给拿着吧。正好50，你这你嘎肉还能把这么抠劲、啊？那大婶，那你上点嘎肉也没那么嘎的呀，你嘎吧，咱哪都行。要这边。你瞅这块肉肥吗？这块的肉，你说这肉还要再不中了，没法卖了都。61.9块，60。这块肉多好啊！这块就是饱含，一点虚假没有，够吧那些？够了。我看你像不够的样。等一下啊！哦，想逃。嗯，等一会儿，等会儿，一个来。嗯。我隔他一顿量。隔一顿。来，这个。排骨有，大骨都没有了。排骨都排骨20，大骨都没有了。这是你一个人要70斤，一个人要70斤肉。哎呀，要不这答应你的给你留着，不答应你的早卖了，净卖这玩意儿呢。排骨多少？排骨20。哎呀，我那排骨你要相不中，你都不用买了，你上哪儿买去？那前面那贴的，前面就可以对着呗。你要都要啥的？我不想要。你咋的？你这排骨这走这咋？你就把前面块砍，这块就不用了。不卖，哪弄卖呢？把这砍当大骨头卖了，啥多少钱呢？我不瞒你，我把这都砍刀去了。你再砍一刀去。哎呀，你我得要啊。你再砍一刀，我都要这些。不能弄呗。要不砍上去了。那可不是骨头钱啊！你给我当骨头钱，我就不卖排骨啊！这是。卡的那块是排骨。你啥都得当排骨卖。这是大骨头，那你当排骨卖你又不要了，你当大骨卖我不亏死了？你就这么大顿，你听我的。对，师傅。对，这食材，啊，其实咱们就有理，你还说啥？绝对说理。师傅，其实，啥吧，这反正这了，谁家伙？你多拿我钱没用多，看看你。走。不过你月入他不得给你加数，他不得给你加数，瘦的还就是。
你看你要肥的吗？66和65。你要肥的吗？是吧？我咋得达到你满意？8块钱你就买什么？没有，哪儿你也买不着。8块钱买肉呢？我就你那个是干肉啊，5块就得了。对，你8块，他说你是5块吗？对，不洗，哥他添了5块钱吧。来点红薯。你可以多呀，黄汉一个人你吃我吧。黄汉扔过他哥，嘿嘿嘿，真好。20块钱，20块。准备吧，走吧。就买了，今天可贵了，买啥就买啥。这是最好的了。哎呀，这能尝？这鬼味肉你能看出来了？红眼就这玩意儿，正常，这是一点没虚假。要回去我他妈挣了啥些亏？主要你刀不亏，亏我也不亏整啊，这个玩意儿。你呀，还真是一般整不了。